Hello，大家好，就说一下跑步。那我的朋友呢，丽丽，她呢给我发了一张截图，让她最近在练跑步。她说她减肥，然后就是她那一张就跑了4.67公里，大概那样，然后就是很厉害，很能坚持。然后她还跟我说。冬啊，你要那个照顾好自己。就是，我觉得跑步它是这样嘛，就是它很带动人，而且就会不知不觉的去保护别人。我觉得这样就非常好，加油！